Travis Schaeffer's top jazz orchestra. It's the best music school in the country. The key is to just relax. Don't worry about the numbers.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 other guys are thinking. You're here for a reason. Have fun. 5, 6, and. I want to be great. And you're not. Got Buddy Rich here. Little trouble there. You're rushing. Here we go. 5, 6, and. Were you rushing or were you dragging? I don't know. If you deliberately sabotage my band, I will gut you like a pig. Oh, my dear God. Are you one of those single-tier people? You are a worthless pansy ass who is now weeping and slobbering all over my drum set like a 9-year-old girl. I push people beyond what's expected of them. I believe that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I want to be one of the greats. And because I'm doing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p more of my time. And this is why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together. I would never let him put my son through hell. Why would you let him get away with what he did to you? There are no two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more harmful than good job.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近期的鼓手取材自新锐导演的个人经历，强势问鼎奥斯卡。今天很荣幸邀请影评人张彦拓为我们分享。彦拓好。凯英好，大家好。近期的鼓手一听就知道是有关乐手的故事了。那学过音乐的朋友可能看了都会心有戚戚焉呢，而且还是来自导演的半自传的经历嘛。所以彦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我想的确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学音乐的人去看的电影。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告诉你学音乐会有多少快乐或多少的美妙，而是相反，他告诉你说在学音乐的过程里面会有多少的痛苦，会有多少的不快乐。但是如果你能够熬过这一些痛苦，能够熬过这一些考验之后呢，你能够得到的东西又是多么珍贵，多么动人这样子。那我记得大约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其实就开始陆陆续续听到很多人说，或是国外的影评说这部电影非常的好看。那尤其在金马影展那时候，它有上片，然后我记得看过的朋友大家都说超级好看，而且那个不是说好看而已，是说超级，是说想要看完之后还会马上想再看2遍3遍这样子。那当然对一个讲音乐人的故事，你当然就会有一个想象，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刻意的也不看预告片，也不看任何相关的资料，就想说直接进戏院里去感受一下它到底多好看。那可是真的等到真的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我必须说它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它带给我某种震撼教育，就像人家网络上讲的说，看到第二幕的时候我已经惊呆了这样子。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其实它讲的很单纯，它讲的是一个男主角，他是一个在纽约，刚刚预告片里面也讲了，他是在一个顶尖的音乐学院里面，那他主修打鼓，然后他加入他们学校一个顶尖的爵士乐团里面去当爵士鼓手这样子。那所以整个故事讲的其实就是他在学生时期那受到训练的一段时间或一个过程，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关于一个音乐人的成名发迹啦，然后成名后他的生涯啦，或者是他的名气啊等等，那些东西都没有。当然他还是有一些，譬如男主角的女朋友，譬如男主角的父亲等等一些其他的配角，但这些配角的戏份都非常非常少，只是点缀而已。整部片的主轴其实是在于这个男主角，这个鼓手学生跟他学校的这个的乐团的指导老师，这两人之间有点像，这既是个老师又是个教练，然后他们之间的那种受到训练的紧张的冲突的关系，然后他甚至有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些人性的挣扎这样子。就像刚刚凯英说的，其实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它是改编自导演说这是改编自他自己的本身的经历、那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就看到他讲说这是因为其实这个导演说他从小到大他就都有在玩乐器，那尤其他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学校的一个爵士乐队里面当打爵士鼓。那他说那时候他们那个乐团的指导老师居然能够把他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的地方学校的校队，把他一路提升到可以出去比赛，然后得很多奖，那甚至还在一些爵士音乐节上面担任那个开幕的表演的团体这样子。虽然是这样，但他说当他回想起那段练鼓的参加乐团的时间，他说想到的不是什么音乐的美妙或热情，而是他想到的就是只有痛苦跟恐惧这样。他说他即使到现在，他想起那个老师，他都还会心里面觉得很害怕，所以他就把那样的害怕把它放到这一个故事里面去。那这个导演他是1985年次，所以他今年才不到30岁而已，但他就拍出了一部目前得奖 N 个奖，然后受到非常多观众喜爱的片，所以真的很了不起。对，那过去其实谈乐手或者是乐团的电影真的非常多，也有把它拍成是剧情长片的，也有是纪录形式的，各种类型都有。对对对，所以彦拓觉得跟近期的鼓手对照来看，还有哪些音乐电影可以就是相做比较呢？一个讲音乐主题的电影就会原本就会有某一种想象，那这是因为来自很多过去我们看过的，当然比如像台湾观众应该都很熟悉的海上钢琴师，那像那个就是一部用一个传奇音乐人的有点魔幻写实的那种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去讲音乐的美妙，那当然他也是要去缅怀某一个时代的那一个气质，那再加上他有 Ennio Morricone 的非常甜美的音乐，所以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对那部片很有印象。对，那譬如像Crazy Heart， 像疯狂的心，就是他讲的是一个年老乐手的舞台上或者是舞台下他的人生。那样的电影就是他除了音乐之外，他还有某种人生的滋味，他是浪漫又带点沧桑的，那可能有很多人世的哲理在里面。那再譬如像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成名在望》，那个他讲的就是乐团，讲的是摇滚歌手的生活方式，讲的是歌手跟乐迷之间的那个情感，那还包括他整个《成名在望》其实是也是一个男孩的启蒙故事这样子。所以随便举了三部，就每一部就都是又好看又好听，然后又有悲欢离合，有欢笑，有泪水，有争执，有温馨这样子。如果比较接近纪录片质感一点的，像比如《Once》，它那就是一部，它虽然是剧情片，但是它整个手法都很素朴、很节制，那等于是完全就是纯粹让美好的音乐、很厉害的音乐去发光那样的一部片。那再譬如像真的讲纪录片的话，前两年奥斯卡得奖的《寻找甜蜜客》，它虽然是一部纪录片，可是我回想起来觉得它几乎是我过去这三年里面看过的电影里面那种把那个悬疑的气氛，然后到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那个感动跟热血的感觉，那整个情绪掌握的最剧情掌握的最好的一部电影这样。所以以上种种这样列下来，就会觉得你原本对于音乐或乐手的电影应该会有一个想象，就是他要很缤纷，那还要有各种饱满的情绪，这是我原本对在去看之前对这部电影的期待，但没想到去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一部暗黑写实风格的电影，就是现在不是只有超级英雄要走暗黑写实风路线，连这种音乐家的故事都要走暗黑写实风。那顺带一提，就是前阵子刚上映的也很厉害的鸟人，他也很有趣，他的配乐也都是用打鼓去呈现，然后借由那种打鼓的那个节奏感跟那个紧张刺激的感觉这样。所以回过头来讲，我觉得进阶鼓手最特别是在于他想要强调的跟前面那些片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要强调的点是当你如果在艺术上你想要得到那个突破性的一个成就，你背后你所需要付出的汗水啊、泪水啊，然后那些孤独，甚至是自我怀疑，然后你可能会受到各种挫折，或甚至是受到羞辱，那种愤愤不平的那种心情，它是借由这些东西去讲音乐的背后的力量，而不是像刚刚前面提到那些片子，可能你是因为你是个天才，或因为你有明星的魅力，或因为你可能只要能够投入真情，你就能够做出很好的音乐。它不是借由那些东西，它是告诉你背后真正需要的
苦功是哪一些。嗯，那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到了他用他的最后一场戏，就只用那一场戏，可以说是简洁有力、干净利落的去把前面所有的这一些黑暗的东西、痛苦的东西，把它藉由一个艺术性的方式，一个升华的一个状态，来带给片中所有的角色。那更重要的是，也带给观众一个救赎，一个那种你看到最后一幕才真的释放了的那个感觉。所以这真的是一部你要看到最后，你才会觉得它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电影。看到第二幕我又惊呆了，这样就是它是一个。他演出的是让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恐怖，而且那个恐怖不是只有说当他要演一个魔鬼教头的时候的那个高压迫的那个感觉，而是同样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既可以演出那种很和善的、很温暖的感觉，像是你的父亲的那种亲近的感觉。成功音乐人的背后都是交织着血泪哦，尤其是饰演这位鼓手的年轻人，他是真的打鼓，就是拍片现场真的是打鼓打到手都破皮嘛，还是真的是血泪交织而成。所以暗黑系列的演技要怎么样达成呢？尤其是才刚刚获得就是烧烫烫的金球奖的最佳男配角奖，燕头可以帮我们介绍演员这一块。好的，他就一条主线最重要，所以呢，其实男主角跟男配角两个人的戏份加起来，大概就占了整部片的90%以上这样子。那先讲男主角这一个男生，他叫做 Miles Teller。其实我想台湾观众对他应该会觉得还蛮陌生的。对。那他很有趣的是，他长得其实是蛮文静的、斯斯文文的一个样子。那可是他很大只，或者是至少因为练鼓的关系，所以他有两只手臂很大只这样子。那在这之前，其实。我印象中是在《分歧者》里面看过他演一个配角，那个配角也是比较斯文的，甚至有点苍白的那种感觉的角色。那而且那是一个很闷的角色。那来到《进击的鼓手》呢，的确他的那个闷的气质刚好就很适合他的片中的这个男主角，因为他可以演出那种看起来很生涩的，有点。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同时又受到挑衅的时候又不认输，然后有一股怒气藏在那个表情底下的那个样子。那就像刚刚凯欣说的，其实这个男主角说他从15岁就开始都有在玩鼓，所以其实他是真的有底子的。那他在拍戏现场那一段时间他也都长期要经过练习，然后他才来拍这部戏。所以实际上你在片中你可以看到他所有打鼓的那些画面，你觉得那种很专注的，然后甚至有点咬牙切齿的那一个表情，那跟他整个打鼓的气势其实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这片的配角，也就是 J.K. Simmons 的这个角色。那我记得在去年下半年他就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因为这部片而得到很多的男配角奖，那甚至包括前阵子的刚刚说到，前阵子金球奖他已经是最佳男配角，那在接下来的奥斯卡，也许这那四个演员奖项里面，可能最笃定的，也许就是他这样。对。那所以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其实就很期待，因为这是一位你看到他，你就会发现，其实你非常常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看到他演配角的一位男演员。对。那他可能演过上百部片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之前我其实就非常期待要进戏院去看看他的表现，但是实际上真的看了之后呢，就又一样看到第二幕我又惊呆了，这样就是他是一个他演出的是让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恐怖，而且那个恐怖不是只有说当他要演一个魔鬼教头的时候的那个高压迫的那个感觉，而是同样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既可以演出那种很和善的很温暖的感觉，像是你的父亲的那种亲近的感觉，但是他又可以演出那种很脆弱的，然后为了艺术，但是又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的那个很伤心的模样，然后下一秒他又可以马上变脸，就变成那个很恐怖的，然后极尽所能，然后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然后羞辱你，然后训练你的那个所谓魔鬼教头的那个模样。那而且他在这几个之间切换，他都可以切换得非常的
纯粹。当然观众大家对他最有印象的是他在过去的旧的蜘蛛人三部曲系列里面他演那个报社的老板、那是一个很漫画式的很搞笑的角色。那除此之外像是鸿运当头里面呢，我记得他演的是一个很豁达的父亲、那像在型男飞行日志里面他也演一个几乎是客串性质但是很亮眼的一个小配角这样子。这个演员他的能耐非常强，他有很深厚的底子，而且还应该有很大的延展性、但是的确出乎意料的在片子里面我看到他可以那样的张牙舞爪，然后那样的又同时又很有架势又很有型，那但同时呢他背后又是一个又很有人的滋味，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教育本身你要有一个基本，你要有维持人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艺术啦或者是体育也好的这些领域要苦练，然后你要磨练自己的意志力到超越你的理性，到超越你的耐性，或甚至是你原本所想象中你的那个极限。J.K. Simmons 虽然演的是一个魔鬼教师、但是他是一个善良的恶人，是这样子吗？我觉得的确是可以说服你，他真的是有这个感觉。是，所以以艺术之名，那我们要讨论一下，所以要缔造最大的艺术成就，人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吗？彦拓觉得呢？的确，你看完这部片之后，我相信每个观众，你可能都会，你都一定会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自己看完之后，他带给我的启发性的点是在于，你会回想起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当然老师有分很多种类，那我们一般习惯讲的中学小学大学的那种老师，他可能是教导你带给你知识的啦，他可能是要激发你一些思考，那对，那或甚至是他是要培养你一个健全的人格，这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老师。那跟在艺术领域或者是在比如体育领域好了，他可能是要磨练你去专精你的某一种技艺，那以追求突破某一个成就，这种介于老师跟教练之间的这种角色，似乎这两种的确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现在都讲人本教育的一个概念嘛，那教育者应该是你教育的目的是要除了要教导你知识之外，是要希望启发你的好奇心，启发你的思考性，那希望你能够对知识或对这个世界有一些热情，所以在那样的基本的观念之下，我们会觉得教育本身你要有一个基本，你要有维持人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所以就不要说不只是犯错的时候，犯在惩罚的时候，我们可能说要不打不骂，那就更不用说当你只是考试考不好，那你只是能力不够好的时候呢，当然就更不应该用一个羞辱你或者是否定你的人格的方式去教育你。那可是今天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是在刚刚提到的这一些艺术啦或者是体育也好的这一些领域、假如你想要得到一个超越性的成就，能够要办到那一点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苦练，必须要苦练，然后你要磨练自己的意志力到超越你的理性，到超越你的耐性，或甚至是你原本所想象中你的那个极限，如果那个超越是必须的话、那会不会这种高压式的不人道不人性的一个训练方式就变成是必要的呢？电影里面这一个老师的角色他就有一段话，他就讲说音乐史上有很多顶尖的乐手，那他们的技巧以及他们的可能某一些非常经典的演出的背后，其实是可能是他的训练者或他的培养者曾经就是透过这种摧残式的羞辱式的方式去训练他，因为激起了这一个乐手他本身不服输的一个性格，所以他才凭借着意志力才能去达到那样的一个艺术成就。所以这个老师他就讲，他说假设当初这些他的指导者他的训练者跟他讲说你就尽力就好，跟他讲说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样，那相对的这一个被训练的人他可能也就觉得就 OK 了，那他就不会去做出超越自己极限的事情，那我们的艺术史上呢可能就少掉了这些顶尖的艺术的成就。
那这位老师他自己讲，他说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一件事，所以他说我绝对不会把所有训练的人推向悬崖的这个动作，我绝对不会为了我这样的选择去道歉。那但是我觉得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艺术的成就或者是这些东西，究竟它是属于你个人还是属于全人类？也就是说，今天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一般的这些教育是带给你知识，带给你人格，其实是为了你个人的前途嘛，是为了你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所以在我的教育是为了你的这个前提之下，当然这个教育的本身不能摧残你的自我，不能拔除你的个人性，这个是基本的。但是今天如果像这位老师的说法，他说我带给你的这些训练其实是为了全人类的成就而存在的，那在这个全人类的前提底下，是不是你的个人的自尊啊，你的自我，它的被压抑，它的被牺牲，就变成是合理的？我觉得这的确就变成这片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那如果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我觉得那就看这个受到训练的人他的决心到哪，他的觉悟到哪里，或他有没有先去看晋级的鼓手，先搞清楚他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东西。是，如果今天对这个人而言，他觉得我事过境迁之后，我回过头去看我达到的那一个成就，我达到的那一个东西是的确是值得我用我的自尊，用我这个过程中所受到的这些摧残去换取来的。如果他是这样认为的，那我觉得那就没话讲。那的确这是你的选择，虽然也许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但是我可以理解。那我感谢你为了全人类去这样子牺牲，去这样子的一个付出。那我觉得至少就这部电影而言，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男主角他的确是那个，他应该就是那个他觉得这样子付出是值得的人。那相对的，如果有一些人对他们而言，他们其实不是这样子想，那也许当他入门不久，他就遭受到这样的对待之后，他就认清事实，他就退出了。那也没有，也不就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说不定这才是这样的一个教育概念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老师，他在教导的时候，他要演出那个魔鬼的模样的背后的重要的道理。也许是如此。所以彦拓会怎么样推荐大家看《晋级的鼓手》吗？你觉得他最值得推荐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大家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海报，你就会发现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就是各种包括影评啦，包括媒体，包括观众，或甚至是各种得奖的一个资讯。那我觉得其实《晋级的鼓手》这部电影，你实际去看了之后，我的感觉是它是一个很简单又纯粹然后有效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他所想要讲的那个就像刚刚说的，透过黑暗的训练过程所达到的那个艺术的成就这件事情，他把这整个概念把它精纯到一个程度，然后他透过一个很直接的故事就呈现给你看。那你会在这里面看到汗水，你会在这里面看到鲜血，然后你会在这里面看到那个真的完全被打击到一个程度的那种人格的挫折，但是你也借此就很明显很明确的去感觉到训练以及要培养出一个音乐人背后真正需要的那个条件的那个交换的震撼力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去感受一下这个震撼力，然后在电影结束的那一刻觉得很过瘾，这是这部电影最值得看的地方。是，今天非常感谢彦拓帮我们介绍《晋级的鼓手》，谢谢彦拓，谢谢凯琪，谢谢。